你们看到这条虫子漂亮吧？啊，这只虫呢，现在闹肚子了，疼得好厉害吧？那么，花儿的种类很多，它们的形状、颜色、花香，啊，真是各种各样，真是神妙无比，啊，真是神，是吧？我学，怎么大家都笑了是吧？这样的一朵小花里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千姿百态的颜色啊？还有姿态呢？因为它们的颜色、形状呢，已经被镌刻在遗传基因里。啊，用碱基的序列呢，四种碱基序列的物质呢，形成了生命的语言，生命的信息，然后就会长出各种不同的花朵来，很神妙是吧？花的颜色，花的纹样啊，都已经镌刻在基因的生命程序里。这些信息，生命信息不同，那么花香、花的形状。都不同，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就可以知道，肯定有一个存在已经设计了这些生命的形象，是吧？你们看啊，植物也有智能，这只科技新闻的标题就是植物也有智能。为什么植物也有智能呢？你们看，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爱丁堡大学是一个世界上非常著名的大学，与剑桥、牛津并称英国三大著名学府，是吧？那么Anthony 博士呢，在最近的这个《Nature》科学杂志上呢。他认为很多植物呢具有智能，它们的智能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大家看这是一个叶子，这只虫子呢来吃这个叶子。那么这个叶子呢，这个植物呢，有两种方法赶走。吃来吃自己的虫子，那么这个叶子有头脑吗？但是它有智能，
啊，非常有智慧。那么这条虫也许 有头脑，但是你们说这个叶子有没有头脑呢？没有，是吧？但它就显出超人的智能。这个叶子不论从哪儿看都是细胞，啊，没有头脑，但是它却有智能，而且这个智能很神奇。首先一个方法呢，这个叶子的细胞呢生产出一种就是消化抑制物，就是这个吃了这个分泌出消化抑制的叶子的这个虫儿呢就会闹肚子啊，突然发生胃痉挛，是吧？然后呢打滚，哎呀肚子好痛啊啊，这样翻腾打滚，那么叶子没吃到，反而掉在地上，那么这些蚂蚁就会来吃掉它，这样这个树啊、这个草呢，这个叶子呢就会保护自己。还有一个保护自己的办法呢，就当这个虫儿开始啃食树叶的时候呢，那么在这片树叶呢就感到十万火急。啊，这虫儿还没有接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发出一种，突然就发出一种，啊，气味是吧？一种物体，就说在这个十万火急的紧急状态，遗传基因被激活，就散发一种气味，然后这个气味呢，就可以把马蜂招来。那么一看，马蜂一看有什么？啊，有虫儿，马蜂就把虫儿给吃掉了。这就是。利用马蜂来保护自己，这是植物的智能吗？是谁的智能啊？就是创造这个植物的创造主的智能，创造主为了保护这个植物，已经预先在这个植物里边输入了这个程序，在必要的情况下，用生命的气息把这道程序激活，然后让它保护自己，啊，所以呢？啊，上帝甚至保护一个这样微不足道的叶子，那么在它里边注入了防止害虫的程序，自我保护程序，那么上帝难道不会保护你们吗？啊，他们肯定会，上帝肯定会眷顾大家的。啊，在你们的生命里已经注入了保护你们的程序，所以呢，啊。你们看空中飞翔的小鸟，还有看田野里盛开的百合花。那么我们这里看到的这个百，我们所说的这个百合花，我们以为是非常昂贵的花卉，是吧？那实际呢，百合花啊，不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百合花。圣经当中的百合花呢，啊，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很平常的花，嗯。也不是白色的，也有红色的，是吧？啊，是野地里遍地盛开的百合花。你们看，啊，啊，这也是什么？这也是上帝所眷顾的，啊，何况你们呢？啊，何况你们这些人呢？啊，这就是圣经所记录的爱。所以圣经呢是。从某种角度上非常充满诗意，嗯，充满诗意。圣经的记录呢大部分充满诗意，因为真理呢啊不是那些理论的教条的像论文一样啊啊，充满了诗意，嗯。所以呢，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啊，你们翻看这些圣经，他们的文体呢都非常优美，像诗歌一样。那么为什么真理用这样诗歌体记载或者充满诗意呢？所以圣经呢啊记录的上帝的话语呢是生命的道，是吧？啊，我们自己能这么讲。它不光是一个教条的石板的论述的像论文一样，不是这样的，而是充满了诗意。之所以它充满诗意，
是它和生命、生命的气息有关，因为生命、生命的气息是美的。所以同样一句话，它不采取像论文一样的这种论述体，而是采用了什么诗歌体，它有韵律，压折押韵，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呢，中国的文字语言啊，还有诗歌啊，非常优美。比如说唐诗啊，宋词啊，还有老子在《道德经》里讲了“上善若水”，《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什么是上善呢？那么若水是什么呢？你们一说若水，以为是什么泉水呢，是吧？这个若就是像什么什么一样，就是若水就是像水一样。什么像水一样啊？什么像水一样？好，大家看，这是个弱字，是吧？弱字，弱水，上，善。若水，那么至高无上的善像水一样。那么什么是上善呢？你们看啊，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哲学呢，都是这样四个字四个字这样啊，构成一个韵律，有韵律啊，结构很平稳，是吧？给人一种安定感。那么首先我问大家，什么是善？你们都知道什么是善，是吧？但是在善当中，什么善？是至高无上的善，和我们所理解的那个善是不同的，是吧？是在更高层次的善。那么中国人称上帝为什么？上帝，是吧？我想可能发音成上帝。说想，我想上帝的那个上和这个上也是同样的，说明是至高无上的意思。所以说上帝的善，至高无上的善和什么一样？和水一样。那么大家平时也经常接触水，是吧？那么水呢是个非常神奇的东西。那么水这个物质呢，当我们最近我腰疼，所以呢经常呢下课以后呢就回到房间里，然后在浴缸里我太太为我接了一盆热水，然后我就去泡澡就觉得很舒服。平时呢我经常洗淋浴，但是这一个星期呢我经常的泡澡，有时候一天泡两次三次四次。那么进入这个热水缸里的时候呢，热水浴缸里的时候，那么情不自禁的会发出什么声呢？就要是很舒爽的声音。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发出这种舒爽的声音呢？只要进到水里，浸泡到水里，就会发出这种舒适感啊！
你感到幸福。为什么感到幸福呢？那么在水里有一种幸福物质，水使你人体里产生一种幸福物质。为什么会产生幸福物质呢？其道理何在？什么进入我们里边？生命的气息进入我们，真善美的气息进入我们里面，是吧？所以是水呢？和真善美，它具有真善美的性质，它具有生命的气息，生命的能量。所以圣经里称水呢？水意味着象征着什么？象征着上帝的灵，圣灵，象征着圣灵。圣灵这句话呢，就是圣灵，其实就是上帝的心，上帝的旨意的意思。所以说，上帝的善，上帝的心，就像什么？像水一样啊！这和圣经是一脉相承的。但这是谁说的话呀？2600-7000年前，老子说的话。我非常喜欢老子的思想。我没有专门去研究，但是金荣岳教授在讲老子的时候，我经常看，我听了以后非常赞叹。那么创造主的善，至高无上的善，跟水一样。那么水看是很平淡无奇，但是进入水里呢，我们会这样发出舒适的声音，那么就像生命的气息一样，像上帝的爱一样，让我们感到幸福，感到平安，它有这样的功能。那么，当我们进入热水当中，当我们看到水的时候，看到湖水，也会有 endorphin 产生，还有。当我们听到水的声音的时候，流水的声音，看到瀑布，看到潺潺的溪水，听到水声，也会有感到什么？只要是关于水的一切，水的声音，一片汪洋的大海，或者是湖水，水的触感。其实我们还没喝到嘴里，但是已经能感受到这种生命的气息，生命的能量。当你们口渴难忍，当喝下一口清泉水的时候，那种是心旷神怡的感觉，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所以这水啊，就是这本身呢，就是滋润我们生命的，让我们感到幸福，让我们健康，充满生命的气息，水就具有这样的功能和性质。为什么我们呢，和水这样有密不可分的息息相关的反应呢？会发出这样爽快的声音呢？感到这样的舒适、平安、喜悦呢？还有满足感呢？为什么？水为什么会让我们感到这些感？我认为这也是一种什么呢？上帝所创造的一种条件反射，一种生命的条件反射。当我们在母体里受胎以后呢，在我们母体里是最舒服的。所以说母亲的子宫呢，就是孩子的宫殿一样。所以说出生的那一天，打出生的那一天，人生就变得人生就意味着是苦难。所以呢婴孩一出生就啼哭。所以最最理想、最最舒适的环境呢，就是母亲的子宫。那么在母亲的子宫里呢，是我们作为一个生命最舒适、最幸福的瞬间。所以呢，母亲和孩子呢是两者为一，二合为一，出生的就为着一分为二。所以呢，在母亲的子宫里呢我们在哪里？在水里边，是吧？当母亲受胎怀孕呢，
重打啊，那么在受胎以前呢，那么这个羊水就形成，那么这个羊水里边呢，干细胞开始怎么样？干细胞开始发展成各种各样的生命器官，是吧？所以说，我们的生命是从水里孕育出来的。所以水里呢，在水里呢，就是在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怀里。所以这个水呢，让我们的生命感到幸福舒适，就像在子宫里一样。当我们从母体分娩出来以后呢，其实我们的身体65%-70%呢也是由水分构成的。没有水的话，细胞就会衰竭，就会萎缩。水本身不是生命，是吧？不是生命的气息，但是水好像是什么？像空气一样，像生命一样，生命的气息一样，是十分重要的物质。所以呢，当你们喝水呀，你们喝饮用洁净的水是十分重要的，让你们身体时刻保持充分的、足够的水分。比如说一个人呢，就说洗澡水那多费钱呢最近油价飙升的这么高，所以呢，然后进入一个空浴缸里。然后说叫这样舒适的能发出这样的舒适的声音吗？脑子是不是嗅到了？所以水到底是什么？它会让我们感到幸福呢？但是进入空浴缸里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进入水里以后呢，就会有endorphin 产生。所以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已经这样设计好了。所以水呢，对你们的健康是十分重要、十分有益的。所以呢，当你们看到水，当听到水声，当我们把自身浸泡到水里和水接触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大量的 endorphin， 大量的幸福物质会分泌出来，我们的提淋巴就会变得很旺盛。那么听到接触到况且会这样，当你们直接把水喝到身体里，细胞该有多么的高兴，多么的幸福。所以水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水当然有起到这个净化作用，把我们身体内的一些杂质清洗出去让我们的细胞呢滋润，然后起到正常的功能有水，生命的机体呢才能运作正常。但是水呢，水所含有的生命的信息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呢，大家看一幅画，有大海，有小海龟所以我们呢，不要只顾钱，只看钱，要看到这个地球上一切美丽的东西，用图片，用画，然后去欣赏它。在欣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动一种喜悦你们今天看了这个纪录片《飞翔》美丽吧？你们看这些候鸟，看它们南迁，多么壮观呢！所以说每一个场景都是艺术，是吧？那么我在看着观看这个纪录片的你们的表情也是一个艺术。那么5年前给你们看，这什么拍得不错仅此而已，是吧？但是当你们明白了真善美对你们有多重要，那么你们就有一双发现美的、感受美的这种敞开的心扉，是吧？有一双发现美的、审美的慧眼这些候鸟不但优雅而且有时候还有点滑稽可笑。那么上帝就是这样美妙的存在
啊，不但优雅壮观，有的时候又显得可爱，甚至有些滑稽可笑。啊，这样，哈哈，还有什么？还有在浮在水面上，哈哈哈。啊，惟妙惟肖吧。舒言，你们细心的观察自然，所有一切的存在都很自由、优雅啊啊，而且、可爱啊，有的时候呢稍显滑稽，但是一切里面都充满了自由，没有一点的娇柔造作啊，不是千篇一律的。所以呢，当大家啊来到这的时候，第一天表情我一看呢。啊，每一个人的表情都很拘谨，很矮板，城府很深，啊，每个人特点呢都很明显。那么过了30天以后，啊，大家都这样，哈，啊，卸下了武装是吧？啊，变得随和，变得自由了。这样呢，你们才做好了接受生命气息的准备，你们的遗传基因呢才开始准备向上面的生气做反应。所以呢，当你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刚开始呢，那么我要听听李相九到底在讲什么。那么我得看个究竟啊。等我听完了，那我再做决定啊。一点都不假吧。但是每一天随着讲课的内容越来越加深，那么你们明白了，我所能做的其实什么都没有。所以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是吧？那么当你们要自己去做某种事情的时候，那么是枉然的，把所有的一切就交托在创造主的手里，你们内心就有一种喜悦和平安，就会有一个真正的希望在你们心中油然升起。那么靠你们的意志，靠你们的力量去行，有为的话，那么不会有太大的盼望，不会有什么希望。所以新起点生命运动呢，你们道理学得越深，你们就会越把自己交托在创造生命的造主的手里，你们就会有更多的什么余地了。所以泄气的是谁呢？到了这个地步泄气的是谁呀？就是死亡的气息，死亡的念头就要泄气了。那个使我的细胞发生变质的那个路西佛的念想，就是不好的意念想，那些斤斤计较损人利己的念想，那些千篇一律的念想啊，娇柔做作的念想，都怎么样，都被一扫而空了啊。那么脸上没有笑容，心灵没有自由啊，当喜不喜，当怒不怒的这些啊，没有自由的人呢，就变成一个有自由的人了。所以所有的问题呢，就是啊，李博士啊，一应该怎么变，二怎么怎么样，三怎么怎么样，很教条。那么新起点是生命啊，生命运动的精神呢，大家还没有接受，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啊，他们就会提这样的问题，是吧？你给我讲具体一点好不好？啊，所以呢，啊，还没有真正体会到自由，在上帝里面，在真理里面，在创造生命的生命，创造主的生命的气息里，在生命里，啊，尽享自由，啊，我们还没有体尝到这种自由。所以呢，上善若水，啊，多么伟大的真理，是吧？啊，至高无上的善，上帝的善，像水一样。水呢，啊，你们喝水啊，或者泡在澡堂里啊，这种舒适感啊，还有什么？水呢，好像有形态，
又好像没有形态，是吧？它已经超越了形态，啊，有的时候像液体，但随着温度的变化呢，它会变成啊气体，是吧？水呢，是变幻莫测的，虽然它变化，但是它是很稳定的。所以说，正是那些有原则的人才善于变化，那些不善于变化的人反而是没有原则的人。所以呢，遇方则方，遇圆则圆，遇急则急，遇缓则缓，啊，但水还是水。那么水阻拦它，它就会绕道而行，是吧？所以它包容一切，啊，滋润一切。所以说，你们看水本身就好像看到了谁，看到了上帝的心一样。啊，你们看，你说老子先生他悟没悟到？他悟到了，是吧？啊，非常了不起。所以老子先生说，他在观察水，看湖水，看大海，陷入沉思，看到江。河陷入沉思，看到溪水，看到水陷入沉思，水所富有的信息理解以后，他写下了四个字，就是上善若水啊，了不起吧，啊，多酷啊，啊，充满了诗意，而且是真理，啊，这样的滋味。我们生在这个世上，那么活到今天，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的滋味，是吧？当你体尝了这种滋味以后，啊，那么你就会更加去寻找这个滋味。所以你们当体会到真理的滋味的时候，才会是什么？有活着有滋味了，是吧？有活头了。啊，那么你们连什么滋味都不懂，吃下去的话，肯定会得消化不良的。我们人生也一样。要懂得人生的滋味，是吧？所以通过新起点生命运动呢，啊，你们学习了这个道理以后，啊，我希望你们都成为讲这样话的人啊。那么得了癌症以后呢，啊，我能活得更有滋味了啊，我才真正体尝到了生命的滋味。生命的滋味啊，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才变得最强烈，是吧？当这个被判死刑的犯人呢，在等待死刑的执行，今天执行，明天执行，他们心里没有数。那么最忐忑不安，最紧张的就是什么？就是等待死刑的死刑犯，等待着他们被押赴刑场的那一时刻。那么监狱呢不会告诉他们哪天会执行，这个执行的日子会突然临到，突然领他们将他们押赴刑场，是吧？所以看守听到看守的脚步声，看不声呢，到底今天轮到谁了，就会紧张。当看守走过了自己的房门，他就会紧张，他就会松一口气。那么当死亡临近的时候，他才能真正感到自己活着，感受到生命的宝贵。所以当你们在医院里说你们的病是不治之症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们才真正的感受到生命是如此的宝贵，是吧？这个时候才会对生命呢有一种迫切的渴望，生命变得才有滋味，是吧？有意义啊，原来生活是这样美好的，生是这样美好的。所以呢，当我们得病的时候呢，你们要感谢这个状态，我点儿背得病了，那么破罐子破摔吧，不要这样啊！你们得病了呢，患病以后呢，啊，你们才有机会，懂得新起点生命原则，
才有机会更加体会生命的宝贵，是吧？那么当你们体会这种事啊，然后以前根本丑都不丑不丑的那个草啊变得好吃了，是吧？有滋味了啊，过去说这能吃吗，但现在变得有滋味了，好吃了，是吧？终于那些本来应该好吃的东西变得好吃了，有滋味了，是吧？明白了什么是对我是真格的。那么今后你们在得到康复以后呢，你们要每天要体尝到这种生命的滋味。所以新起点生命原则啊，其实不是让你们得到康复的这种生命程序，而是什么真正的新起点生命运动呢，就是让你们能够每一天感受到生命的滋味，这才是真正的新起点生命运动。所以呢这些大雁们南飞啊，我们可以欣赏它，然后感到感到喜悦，看到这个幼毛虫吞吃叶子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创造主的神妙功夫，是吧？所以我们看这个鲜花野花的照片的时候啊，心中有一份感动感激，是吧？惊叹不已。两年前给你们看的话，赶紧拉倒吧，回去睡觉吧。那么给大家解释照片的人呢真是比播音员还厉害。漂亮吧。哈哈哈。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人的特点，是吧？我还有这个许先生遇到可能没遇到这样的太太的话，他可能不活不到今天，是吧？徐太太呢，如果遇到了一个非常小气的男性的话，可能已经老态龙钟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宇宙的一切，人世间的一切都充满了这种和谐，世界上所有的美丽的事物都是什么叫什么叫观照，是吧？观照，照是什么照呢？观是什么观呢？就观看的观，观看的观，观赏的观。照是什么照呢？就是照耀的照。就是当我们观看观照，能够欣赏到生命的光、生命的真理的时候这样的生活就叫新起点生活，懂了吗？你们要有能够观照人生的慧眼，越是看到生命的光，越是接受生命的气息，我们的遗传基因会更加的幸福各种幸福的物质 endorphin 分泌出来，让我们的身体呢调节到最佳的状态。所以下课以后呢，你们回到房间以后呢，不要低着头我会好吗走在阴影里，不要这样。大家呢，今天我们学过的内容呢，反复的思考反复的咀嚼让每一个瞬间都编成一个美丽的乐章这就是你们与病魔做斗争的法宝你们让你们的生活充满诗意。所以呢，不要太被现实所累那么你们的人生像论文一篇论文一样教条矮板，里面没有美，丧失了美，丧失了真实的东西。所以呢，遗传基因就发生了，就丧失了生命的力量，就发生了变质，是吧？
树叶不要，不要这样，可以就说宽于待人的事物，还什么抠门计较啊，斤斤计较，然后记仇，所以早晚我会等着怎么，等着收拾你这样小气呢，真的让我们的气息就生命的气息就变得小了。所以老子先生呢，有一双关照世界、关照人生的慧眼。当你们读老子的《道德经》的时候，你们会自然的有一种，有一种惊叹，就会感叹老子的确有一双关照世界、关照宇宙的慧眼。那么孔子啊、老子啊，他们的时代呢，孔子也一样，他们不谈上帝是吧？不谈。鬼神，不谈鬼神，像老子更不谈上帝，所以人们误以为老子是什么？是无神论。那么金融业教授这样讲，那么金融业所讲的这个，他讲解的《道德经》啊，我怎么听？如果没有不懂得、不了解上帝的话，不会有这样的精美语言是吧？不会有这样的记录。但却把他归结为是无神论者。那么，老子先生、孔子先生呢？对我们所说，今天所说的"神"这个单词呢，不会使不常使用。但是他们的内容呢，他们所说的内容呢，都是和上帝的道呢是分毫不差的。如果他们没有遇到过上帝、没有悟道的人呢，绝对不可能留下这样伟大的经典，是吧？你们看这个"上善若水"这一句话就可以证明了，是吧？至高无上的善，按释迦牟尼的说法就是什么？大慈大悲，不是。慈悲，而是大慈大悲。所以和我们人类从人类角度的那种慈悲，不是那种慈悲，而是随着从上帝的那个上帝的层次的这个大慈大悲。所以这般若心经呢，般若心经，那么般若什么意思呢？般若什么意思？般若这句话呢，梵语里是生命的气息、光的意思、真理的意思、智慧的意思。所以呢，全称呢不是般若心经，全称叫玛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们把它缩减成。般若心经，玛哈般若波罗蜜心经，波罗蜜多心经。玛哈是什么意思？大的意思，大的意思大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上帝是吧？宇宙的主宰。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就是玛哈慈悲是吧？玛哈般若就是谁的智慧，谁的光。就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光，波罗蜜多的智慧。什么是波罗蜜多呢？就是让我们到达彼岸。比如说，从自我成为真我，到达真我的彼岸，这种解脱的过程就叫波罗蜜多。肉体的人成为属灵的人，解脱重生就叫波罗蜜多。那么让我们到达彼岸的，让我们解脱的，让我们重生的智慧生命的智慧，我们称为玛哈般若。这个光呢是来自上帝就是这样多美呀，多么美呀！
所以说你们说释迦牟尼如果没有遇到上帝，不了解上帝的话，他不可能讲出什么马哈班诺，也不会讲到达彼岸的这样的表现，是吧？也不会有解脱这样的说法。解脱需要什么解脱，是吧？啊，我就是我，还需要什么解脱？我就是我。所以苏格拉底也说什么，要了解你自己啊，你所知道的，你所认识的你，可能不是真正的你，那是属肉体的你啊。你要明白真正的你啊。苏格拉底也说过这样的话，是吧？所以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圣人呢，都是了悟上帝的人。所以呢，最后呢，那么孔子呢，把上帝称作天；老子呢，把上帝称作道，像上善啊。啊，这样来表述上帝。老子所遇到的上帝啊，他是用上善若水来这样描写上帝的。那么神上帝不使用这些名词的老子呢，在他的道德经里却用了神这个概念。这是我从金融业教授那里学来的一招，是吧？你们看，叫古神不死，古神古神古神不死，古是什么意思？溪谷的神就是生生不息的神，是不灭的、不死的、永恒的。但是秦教授在解释这个古神不死一句的时候呢，和我理解的截然不同。他说这古是什么？他说这是生殖器。是因为从尤其是女性的生殖器里呢，生命不断的繁衍，是吧？他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古神不死，但是我却从另外一个角度，他的话也许有道理，但是呢，我认为从上帝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古神不死呢，那种解释也许有点片面。那么你们看啊。你们在这个世界里啊，风景最美的地方是哪儿？是溪谷，不是吗？你们去那个雪岳山啊，里面有很多美丽的溪谷，这溪谷里面充满了生命，千佛洞溪谷，白潭寺溪谷，十二仙女溪谷，啊，十二仙女汤溪谷，这些溪谷的风景啊，那是美妙绝伦。溪谷总是有水流淌，有树林，生命茂盛，是吧？里边呢，很美丽，很美丽，是吧？啊，生命雀跃啊，充满了美丽。这样的古溪谷创造这样的溪谷的神是永恒的，啊，这是我对古神不死的理解。那么人们相信什么样的神？像是金神啊，就是像拜金，金钱力财力啊，都是什么？都是成了他们的神，他们每天去拜这些金钱名誉地位都不是永恒的，这样的神呢却置我于死地。但是生生不息的古神啊，创造生命，让生命繁衍不息的生生不息的古神是永恒的，里边有蝴蝶，啊，有树林，有啊，水中有鱼儿，啊，还有青蛙在鸣唱啊，还各种啊生物，啊，充满了生命，是吧？各种各样的生命，啊，他
他们都在彰显创造他们的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大能。这样的一切，这样一切美丽的东西，创造一切美丽的神才是真正的神，是吧？是永恒的神。这就是古神不舍的真正含义。所以呢，当我们在今后的学习还有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研究明白圣经，孔子的经典，老子的经典，然后对加深对人生的滋味，作为一个能够关照人生能够接受上帝的生命的光的人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他对我真好，他垂听祷告，他垂听祷告，他垂听祷告，他对我真好。上主祝福我，上帝祝福于我，他祝福我，他对我真好。创造整个宇宙，创造整个生命的慈爱的天父，我们的眼前有这样雄伟壮观的山脉，有这样茂盛的森林，有这样美丽的蓝天和白云有鸟儿飞翔鱼儿翻飞，那么在田野里野花盛开，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神妙的功夫你是这样的奇妙伟大。我们愿将睁开一双慧眼去关照你所创造的这美丽的世界求你赐我们这双慧眼，引领我们，开悟我们。主啊，我们在混凝土当中，在尘土当中，在噪音当中，我们的生命找到了蹂躏，我们的遗传基因呢发生了变异。现在愿将我们的这些生命呢，被摧残的生命交托在古神的手里，愿你医治我们，用你的神圣的力量，用你的美丽，用你的真实恢复我们，让我们重新找到生命的秩序让我们重新找回生命的元气体尝生命的滋味，让我们活着有滋有味让我们感谢生命你治愈我们，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奉耶稣名求，阿们。
잠시광고드리겠습니다자내일도여전히6시50분에산책은있고요뒤에서자료판매하던거는내일하루쉬겠습니다하루쉬고일요일날오전까지만판매를하겠습니다그리고뒤에테이프 DVD, CD 신청해놓은그신청서는오늘까지만받겠습니다가시는날가져가셔야될게있고하기때문에필요하신거저주문하여주시면되겠습니다자오늘도너무행복했죠예가셔서정말편하게쉬시고요내일행복이두배로넘칠아침에기쁜얼굴로다시뵙겠습니다안녕히주무십시오